继续，我们常说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。不过接下来这一群可以说是台湾的第361行，非常冷门的职业。他们是一群义肢辅具师，每天的工作内容是帮人制作义肢。其中这一位在荣总已经待了17年，陈信宇，他平均每3个月就会绕全台，再加上离岛一圈，还会定期到金门去。这目的呢，是希望协助因为823炮战失去双腿的朋友们可以重新再站起来。陈信宇说，这是他很重要的成就，也是让他坚持17年的动力。做的可不只是冰冷的义肢，对他来说更是最温暖的支持。大概每2个月到3个月会绕一圈，一年哦，大概应该有2-3个月在外面。15年来，荣总义肢装具师陈信宇每3个月就必须绕台湾加外岛一圈，这一次来到金门。阿妈在那边，阿妈来，阿妈你赶快来哟！东西我要先拿进来一点。哎，啊，你一天要行多久？我拢无啥行。爱行啦，那穿鞋脚就是当作脚在行路啊。嘿啊！啊，你这已经拢足步的啊咧，拢成熟。这来对啦。我看看下好不好？哎。哦，安尼使吼。哎，我讲你会记的哦，就迄个新的穿一卡袜啊就好啊啦。高龄90岁的杨欧秀英，62年前在海边那一场惊心动魄的823，犹如梦魇，久久难忘。我守军立即集中轻重机枪火力，构成绵密火网，向共军船团发起射击。啊，卡地里爆炸起来啊！啊，我安全疲劳啊，啊，无死啊！一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军医院病床上，左脚血肉模糊，春蹦春打。就给我提点，给我那个，我甲老母袂行，去买一辆单车，来甲军民合作，甲阿兵哥做无啊对，迄落补衫裤，改衫裤，安尼来提点，提6个后生，搁一个查某囝。为母则强的勇气，还有成章立誉。15岁加入金马民防自卫队，17岁遇上823炮战，那一天正在巡防海滩，就是这一步让自己从此失去右脚。扎着啊，扎了很棒的。四个小姐唔雅好哦，四个小姐抓我一个，我第二个啊抓我一个掉。足歹运的，啊看到啊，就咱啊，啊，搁有人走，搁起来搁走，啊，走人啊，用担架床哦，啊，做狗啊，爬爬，啊，用车推53米，拢死死混混，拢唔知啦。昏迷了3天，最后痛醒，才知道右脚膝盖以下遭到炸伤，为了保命，不得已截肢，一只陪伴自己超过一甲子，如何穿得更舒适，这就是陈信宇的责任。OK， 好了，可以了。一颗小螺丝对他们来讲没办法走，就没办法走。对，因为它松掉之后它就不稳了。对，松掉之后它的脚可能就会这样。不稳就算了，万一它真的全掉的话，它脚掌掉了的话，它就跌倒了。它可能走到一半螺丝断掉了，更严重啊。是啊。这一卡用了多年的行李箱就像是百宝箱，总能立刻解决一只辅具上的疑难杂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李北北，你好，大家好。好几年了，好多年了，应该快10年有了吧？对啊，你怎么都没来看我们，就用这个穿了，因为毛套太热。我剪两段给你哈。好，你叫你穿几卡，那个咱那边啊，两卡波的。19岁经历823那场意外，炸断了李习胜的左脚，被共匪的炮火毁掉了，惨无人道的残害无辜，一向就是共匪的拿手杰作。我们炮战打仗的时候，对，他炮弹打过来，我们第一天就受伤。那个时候说起来了，太可怜了。第一天去的时候，那个3总医院去接我们，在那个走廊，用担架床放在走廊，也没有人管。这个一看的时候，他是坏了。他说：“你这个脚已经烂成这样子，又要重新去，要重新再去挤一次。”啊，那个时候说那个时候那是很惨很惨。
太可怜了。荣总辅具中心每一年专程来金门帮助长辈们后续维修。万一走出去，我要到哪里去玩？螺丝掉了，那怎么办？螺丝掉了还没关系，拖起来帮帮忙，这个跟那个钻一下还可以。如果断了，那连拐子打都没有。这样啊，他们真的来帮你很大的忙。对对对对，要舟车劳顿，千里迢迢跑道开。他们是猴菩萨。不要把它当成你的工作啦，很亲近的人你就会花个心帮他做一些不一样的调整，因为有可能义肢你穿我这样做他这样穿没有问题，可是他可能还学习有点问题，因为义肢是死的，我们的脚人是活的，脚的形状随时在变，每天走路的步态都不一样。那我们提供的是一条龙式的辅具服务，那特别是从医生的诊断到治疗师的评估，然后我们装具师的辅具制作，一直到后面的维修，特别是像这样的过程里面，我们还会有像社工的介入。荣总完整团队获得不少身障长辈的信任，也让辅具师们在这个冷门领域中找到成就感。取模修模很重要，成型也很重要，再加上最后的试穿的外加调整。所以这一连串的步骤都很重要。装具师需要手艺、脑力、情绪适应力兼顾的一门专业技术。陈信宇的双手不仅为义肢注入生命，也圆满了使用者心中寄托，给予希望，开心重生。